中秋了，赶紧喊孩子们回来吃饭。孩子们，今天中秋节，赶紧回来吃饭啦！快回来，我们在新山等你们。爸妈，我们现在出发，一会儿见。让我们乘坐新柔地铁一同出发吧。好开心，就要和爸妈团聚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有了 RTS， 回家只需六分钟。团聚时刻不容等待，月圆人团圆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